啊，宝啊，知唔知你哋个名点解啊？我知啊，代表保护大自然咯。啱啦，记唔记得咧？我哋出街嘅时候成日带你要带水樽啊？记得，记得。因为我哋如果有带水樽咧，其实可以减少咗我哋去出面买水啦，去浪费咗个胶樽嘅机会啊。呢啲废物咧，最后落咗去海洋咧，有机会系污染咗海洋啦，变成一个海洋垃圾，甚至乎有机会俾啲动物咧食咗，咁令到咧危害咗好多动物噶。你想唔想咁啊？唔想。嗯。所以我哋出街咧，记得自备水樽啊。嗯。嚟紧有个比赛咧，系 Run for Wild， 系为环境同埋为野生动物而跑嘅比赛嚟噶，好有意义。比赛咧有1公里、3公里同埋10公里啊。咁阿宝咧，你只能够参加1公里啫。阿胡咧，你可以参加3公里喎。我而家只不过系9岁啫，未够10岁。你到时就够噶啦。你想参加？几多月几多号啊？4月7号。好彩。